哎、欸，大白天你给我穿成这样，你是要勾引谁啊？制作单位就叫我今天要穿这样来啊。他们每次打电话敲你通告，就只讲衣服，不讲内容。你今天妆为什么化这么浓？该不会等一下你会全程参与吧？啊！我爱吃。哎、欸，你有病是不是啊？你把自己弄成这样在干什么啦？那、空中瑜伽跟地面瑜伽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在空中。反正我学员、技术老师每个都在那边吊的时候，就是滑板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可以吊大概多重的体重？450的小象的体重。那我现在找一只大象。干嘛啦？下上下，这个动作很猥亵，你坚持要我做这种动作，你看起来会兴奋。你刚才东张西望什么？哎、欸，大白天你给我穿成这样，你是要勾引谁啊？制作单位就叫我今天要穿这样来、啊。他们每次打电话敲你通告，就只讲衣服，不讲内容。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今天要来干嘛、欸。今天要干嘛？嗯，来进来呀、啊。哦、今天呢，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空中瑜伽跟钢管。我是做错什么事情，让你觉得我是这种娘炮的人？我们觉得说你可能需要再多做一些运动。是你要运动还是我要运动？其实我越想越不对。他们公司哦，他老板有一次想买房子，就把我弄去那个房屋建案代班。有个员工想买车，就把我搞去介绍车子。上次也是你说你想要做那个芳疗，把我搞去芳疗，到现在我也没看到播出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真的很不适合我，我也不是那块料。我喝个咖啡，让我想一下再来好不好？玉林哥，你知道吗？助理当久了，我最爱的香蕉。对啊，我可以三天不吃饭，但是我不能三个小时吃不到香蕉。你骗人，明明是因为我们上面有一箱，上面有一箱，对，要不要去？好，就冲着你这一箱，真的啊！你今天妆为什么化这么浓？该不会等一下你会全程参与吧？好了，为了那一箱香蕉啊，那个钢管跟那个空中瑜伽，我就酌情酌量啊，也不能搞到身体不舒服这样子。OK， 不会，一定会痛比舒畅。OK。有病是不是啊？你把自己弄成这样在干什么啦？下来下来下来！那、空中瑜伽跟地面瑜伽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在空中，是。但是我有疑惑，你这边那么多，我学员全部到齐，每个都在那边吊的时候，曾经发生过这种遗憾的事，整个天花板。真的有？请问一下，这个可以沉吊大概多重的体重？454公斤。你说小象的体重？哦，你要单根可以，一个小象可以吊一头象。那我现在找一只大象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来来来，大象，大象。哎，他真的可以。替小明啊！如果他没问题，就没问题了。你刚刚说你要训练我当成瑜伽老师，是。你觉得我是那块料吗？有瑜伽老师是你的吗？有。有身材这样子。没啊。背对镜子，镜子在哪里？你洗的？不是，现在干嘛啦？跟老师一样。看我怎么抓的，来，1234567890，抓十折。再将刮布压到臀部的微笑线，踮脚，踮脚，然后脚弯，脚弯，肚子内凹。先坐在这边，先看我做一次示范，胸前的高度把它推开，推好了之后把右脚跨过去。哎呦喂！可以来。推开，能不能有人帮忙一下？来来，你帮我弄一下。眼睛看到两边的挂布，猫脚闪三下，把右脚伸出去。啊！然后换边也是一样，脚甩三下，脚踩进去，把脚踢出去，脚甩三下。一、二、三，踩进去，踩进去。哎，脚踢出去，伸直，伸直，好，伸直。换边，换边。这样没错哈。对。啊，一样哈，一、二、三。拆狙，好，右脚膝盖弯，右脚，哦，一样。身体在放松，不要压到胸怀，挂布在这个热骨的地方。好，身体放轻松，左手往上拉着挂布，好，
出来了，干嘛啦？脚出来会痛。身体热了没？然后早就热了。要进行第一个倒挂动作了哈，虎口沿着胯部推到臀部的第腰线，推下去之后呢，手不要松开哦，身体慢慢的往后仰伸直，两脚同时左右打开，膝盖一弯，勾住胯部就倒挂。现在我们的老师，等一下，我刚刚那个示范，老师再一次，先坐正。手不要松开哦，来，身体往后，看着前方，看着前方，脚伸直，大腿用力往下压，手往上抓胯部。好，两脚同时左右打开，打开，膝盖弯，勾住，勾住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抓住，往外勾，勾住，往外勾，往外勾，脚往外勾，可以，好了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，你可以的，放，对，放松，来，手放松，手不要伸地，手不要伸地，就这样子，很简单，不要伸，放松，放松。放松，手放松。哎呦，放很松的，很棒，很舒服。先停留，让我先放松。不能停留了。来，现在虎口打开，来，打开，往后，两脚同时左右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。哎，膝盖弯。上轻松，放轻松，哎，放轻松。来，掌心朝上。赶快，你们赶快。哎，一个女子。哎，差不多脚没力了啦。天哪，好丑啊！抓哪里？膝盖内侧。啊，对，抓对，抓这里。对对对对。抓对。脚解开。脚解开，放开哈。放。好上哦，可以低头低头的，好像地狱走一遭，可以下来了吗？可以的，刚好轻轻的下来，有没有？可以吗？来核心，好，现在右手伸直，左脚弯，把脚放进去抱住，有没有感觉？对，碰地板了哈。先看一下手呢，跟脚成一个三角形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老按推车。OK， 好了哈，先看我做一次示范哦，碰脚弯。碰脚弯，好，这个动作做十个，来，开始，碰脚弯，碰脚弯，十，好，五个，好，意识到就好了。然后抓胯部，哎，几对？好，抓好了，抓好，抓好了。好，我只要做六个这个动作，四个就好了，这样。天哪，好颗粒。好，四个，开始，掉下半脚。也可以啦，哈，对，脚背也是脚背。哦 ，OK， 没关系，先这样。这样吗？对，来，脚背，脚背。哎呦喂！这线会不会断掉啊？不会啦，来。哎，阿姨，我们是在这里啊，奇怪，人家人都在别的地方，我在，那你的为什么在这？老师，你这个啊，卡到我。好。够热了吗？我们要做进阶了吗？哦，还有进阶的。休息一下五分钟。那个林老师，你说接下来是什么？我们要做进阶的翻转。一定很不晓得我是几年次的。你先告诉我你几年次的。干你屁事！我八十。说实话。啊，我六三的。你六三？跟我一样吗？没有，我五六的。对，因为我年龄虚当几岁，所以看起来动作可能没办法。但是我没办法的时候呢，我会协助两位去协助我这样。对啊，你们这个有开设那种放松课程吗？就是说没有，我们这边没有空中平板。对啊。好，待会呢，我们是要往上或往后翻。好，那你先看看，我先看，待会醒我就先走了。手往中间，好，手往上去。我确认我是不行，但是我可以帮忙你。当助教的料嘛，对呀，我讲的双休就是这样。
呀、啊。哎呀，不像。哎呀，老师，也是让他体验一下，帮他。对。嘿嘿嘿嘿嘿嘿嘿！我们一起帮，我们来三修，三修怎么样？来，跟我后班 go。你们不要帮我装。算了，好，我们再做第二个吧。第二个，好，我们上去骑马。OK， 我骑马。骑马。对对对。好，来上挂布之前，手都在挂布里面。待会呢，这个虎口一样也是挂布，会要扬眉。一定要虎口，不能扬眉哈。虎口。到底发生什么事让你觉得我们可以做这种事？手往上。哎呦哎呦，搞我们这样呢？右手往前抓抱，这样子哦，虎口朝内抓，好，把膝盖朝向左放，你会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好，回来之后，好了，刚刚怎么去怎么回？眼睛看到膝盖内侧挂布，好，不能上来，把靠到膝盖内，清楚吗？我是一个称职的助教，真的，我比较适合当助教。来来来，动起来，动起来。两脚同时左右打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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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哇，哎，勾住，对对对对，好，现在呢，手放在耳朵的旁边，哎，用这个角度看人好独特，真的，好，我们来做仰卧起坐四个，来，开始，一，坐起来，二斤，五斤，不要再做，四 ，Lisa。金驾喜傲笑脸。哎，我发现所以他们自己做还累。好，现在不要动喽，来，膝盖转向左方。有，哎 ，Lisa 有了，哎，这样子，来转过去。没有，就像刚这样啊。膝盖。哎，不要抓天花板啊。腰部臀部的力量，对。往前，怎么只剩下嘴巴了？对对对，哎，我觉得在夸我。哇，怎么只剩下嘴巴了？抓起，给你摘下来放上去。抓起，给你撑着。OK， 上来，上来。OK， 好，终于成功了。老师，我就掌声给力。老师说这个真的很强。啊，请教一个专业的问题，那个女生如果练这个空中瑜伽的话，是可以修辞臀型。对。我才不相信，那你给大家看，来，向右转。向右转。哎，左转还是右转？糟糕，会瑜伽的人会左右转。各位老师，您吃的，看看这个臀型，我气话讲出来。看看这个臀型 ，like a virgin， 仿佛像18岁的少女一样。你看，这就是练瑜伽的好处。很多人松垮垮的，我曾经认识一个女生哦，那裤子很短，我被冷眉臀部啪掉到地上。好了，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那就课程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然后又跟他有缘，然后就先转。还没有没有，没有，我们还有个私密房。你刚刚说那个私密房。下面举。他私密用一个盘地，然后让你这样上上下下可以动这样。对，很难那一种啊。对于体重过重的人还有就是没有在运动的人，是真的就好。OK。对于什么的人很有帮助？体重过重，还有什么？缺乏运动的人。缺乏运动。阿姨，那个 ，OK， 好，四 D 什么帮，是建议帮去。OK， 那我们去参观一下好了。好，我想要参观，先参观看看。来，四 D 帮举，来，帮举好。这里就是四 D 帮举，法国人帮。德国人，他越来越厉害，他跟我们两个在一起。
嫌弃我啦。嗯，哎，一脸嫌弃，对不对？啊啊！对，哎哎哎，你们这里明明是瑜伽馆，怎么每样设施看起来都像是那种格斗场？每个设施都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比较静态的瑜伽完全不一样。来来来，介绍一下这东西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四 D 邦迪啊，不是，自己也会讲错啊，四 D 邦迪，邦迪，四 D 邦局啊，这是德国人发明的，对，德国人发明的，全台就是只有我们在这个带领这个，全台湾只有我们 Core Yoga C O R E， 现在 Core Yoga 有这样的一个设备，对，它有这样的一个。对，因为有设备，没有老师会教，也是没用。对，运动量非常的大，它可以训练各个部分的这个肌群。我们平常它可以壮阳吗？那也是肌群的一种，但是也是运动。那还是肌群的一种。这个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宽的深度伸缩，然后去练对宽。哦，对，叫做宽。然后我们要用这个宽，然后就是宽的伸就是伸。伸缩的伸，宽伸，然后去带动这个动力。然后呢，这个弹跳绳很重要。像这个 Lisa， 她可能你也知道她叫 Lisa， 她常常听到啊，墨镜啊。运动能够增强记忆力呢。她是谁？我是谁？她是谁？OK， 老师 go 来。好，那我们要上课之前，我们要先做暖身了哈。把你的脚啊，又来了。可以吗？要小心哈。来，身体穿进去，然后抓着把手。好，我们先做暖身哈，两脚膝盖左右打开，往下来，往下，再往下。你要感觉这个髋的地方很酸紧，有吗？三。各位，不要太用力，现在就是暖身而已哦。好。下，待会这样子啊，我们要蹲三次，然后转一圈。一、二。转清楚哈，二三转，你要转回原点哦，好，来再次蹲转圈，你不是太快？对呀，不是这样吗？要瞬间转哦，哦，不行，再次转圈，再次蹲转圈，一都没错，好热血啊！这个动作很猥亵，你坚持要我做这种动作，你看你会兴奋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安什么心眼？下宽身。哎，你的第二招，快点，你快出来了，我的脾气快出来了。下，难怪你说练这个可以壮阳。停，来，身体往后，脚伸直，用宽身去带动这个动作，你看一下我的动作是不是？我听过短的哦。对，欢声，老好你啦！哎，墨镜可以，墨镜掌握诀窍，墨镜。对，所以说刚刚这是我的问题。对，好，把它抽出来。OK， 来，现在呀，你就身体穿进去，来手，然后就变这样了，然后推车又来。然后呢，身体先趴下去，脚先提高，脚稍微拉高。好，待会呀，你就这样子好，往后退。撤退路，往后退。大法师啊，大法师！老师，你要怎么办？他可以再拍手哦。这个动作是你把你的背的地方好了，继续拉。老师，接得到吗？走，快，行，我们要同时，预备，往前。洗碗，你跑，我要急到了。我急到了。双手。OK。Lisa 还好，你是靠脸吃饭的。好痛吗？没有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手牵手。手牵手要干嘛？好，休息好了没？我还没开始休息呢，你问我好了没？我们再做一次，是在还要再做一次的？不能再做一次，是要做到这个平衡。好，现在手慢慢的一只一只放好，一只一只放好，找到。不行。
墨镜一定找不到鼻盒，它前面那么重啊。墨镜，你看，你看，它都是这样子啊。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感觉。这个时候呢，整个背部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这样好像蛤蟆功哦。我觉得老师刚刚想一个那个地方，往下压。对。啊，找不到。手牵手，这还能牵手？四个要手牵手。能不能你们三个先牵就好了？能不能我们两个先牵？哎，我在旁边看。我先把画掉这个字。先找到平衡，屁股往下。我们要这样子，互抓手腕。对啊，互抓手腕啊。老师，林老师，林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林老师，林老师，你看紧张哎，林老师。全部离地，来，一二三。啊！不是，太低了也不好做。身体高点，身体高。身体是啊，你心累，是我累还是你累啊？第一次听到老师说好累。来，准备老师的那个来，一二三。来，呀！哎呦喂呀！好累呀！你也会有累的时候，各位啊。今天的运动量真的够了。对。啊，算了，我放弃了，不是那块料，算了，我没办法再做瑜伽的助教了。这个要常常、经常反复的练习，运动量超大。对。啊，对于核心肌群啊、健身啊，相当大的帮助。对。啊，虽然我很累，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，啊，踊跃前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瑜伽活动。Core Yoga。记得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对，还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如果大家不想再看到我，记得征求我们这个节目的女助理。预定个来快点，请看荧幕上的资讯。女助理。没错。那个条件不拘。只要是活着的就可以了。只要是女人就可以了。还要耐磨耐操。See you。